哎呦，我跟你讲哦，迄十九号三楼，迄款酒杯已经叫我，哎呦，真两点钟就查某，哎呦，真假的哦，我还要叫哎，跟你讲，哎呦，不是酒驾路哦，都是做乌的啦，讲有影，你嘛有袂乱讲哦，哎呦，我哪会乌袂乱讲啦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目睭花来的，我看人就准的啦，绝对无唔对。歹势哈，我无闲啊，我得先走啊哈。哎，来啦，来啦，你先等一下啊，听我讲嘛，搁听我讲。 我跟你讲，四十三号，迄个挂件迄大号真有无？哎呦，拜托的，伊话不死鬼的呢，偷摕人的内裤的。啊！敢会？啊，不过我看迄人真老实呢。是啊。老实一个好啦。哼，你搁想想要偷摕恁祖妈的衫甲裤？哼，好佳哉我出声啦，啊若无，哼，我今日无衫甲裤通好穿啊。 好吧，好啊，咱做伙来去人哈。哎哎哎，你啊，对啦，是咱无早，先去做代志，先走啦。哎，阿笑，阿笑啊！你是在讲啥物代志啊？刚刚遐尼欢喜。啊，无啦，无讲啥物啦。无讲啥。哦，对啦，你讲啥？歹势吼，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啦哈。啊，阿笑啊，我做嘛有代志，等你来，我先走哈。哎，你拄则是咧讲啥？歹势啦，我嘛有代志，我嘛先来走啊。 越是这样，玉萍就越觉得他们谈论的事情就绝对和自己有关。这天，玉萍再也忍不住了，她强拉住一个之前和她比较谈得来的妇人。那是什么代志啦？阿秋啊，我问你哦，你是不是有代志在问我啊？哪有啦？无可能啦，你一定吼是咧讲我的代志对无？哎，啊是不是阿春伊甲你讲啥？ 啊，是毋是阿春伊甲你讲啥？阿爷啦吼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你找妈吼，毋通听影后壁讲话哦。哎呦，毋是啦，我毋是在讲你啦，毋是在讲我，是啊，啊毋是在讲我，是安怎惊我知影？因为吼，你甲阿春遐尼啊好，我是惊讲你甲阿春讲啊。哦，是阿春的代志哦，是啦，等下台，我偷偷甲你讲，嗯，也毋过你袂使甲阿春讲呢，嗯，其实吼，我是在讲阿春因翁的代志啦，因翁。 哎，因翁有啥物代志哦？听讲吼，因翁外口有十多朋友呢。啊，是阿太因后生吼，就怕有拍到呢，啊，工资被你钱哈，你无条条啦，我呢，我真诶咯。真是有即款代志哦？哎呦，我骗你做啥啦？嗯，然后讲吼，迄无证无据，啊，阿孙阿迄个人你嘛毋是毋知影，万一若互伊听到吼，伊就安尼讲有白讲话啦，不怀伊讲阿不会感情，安尼咱毋才会结束。